在永安镇什么都不会发生，用你们这儿话怎么说呀？在永安镇么子都不得发生。咱们片子筹备一个月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前路漫漫，咱们荣辱与共啊。你们要拍什么电影啊？就是一小镇故事。你这脸挺电影，说不准你还露一点。来来来，你他是本镇一座古巨基的大明星。你就是我们永安的明信片。我还有一个小请求，我儿是不是做演员？这剧本写的挺好，但我觉得还有上升空间。空间就是，咱们得跟空间对话。生活的涟漪。我就是个演员，哪你想那么厉害？你白天还说怀念这里的生活。现在来看我们的笑话喽。先别怕，我看看新剧本可以吗？要改不出来就只能走人了。看我这新剧本差不多行了吧？拍电影这事能差不多吗？差不多。